下一嘛，下线可以讲了。那建筑师工程库，这个呢可以建筑速度哈5.6，现金产量16%。建筑师工程中了哈，今天好热闹。是的，我发现我们的会长很爱管理我们的那个成员欸，你看他每天都在那个踢主线啊，哎，这打不赢啊，哎，有坐骑系统啊，这什么意思？从最基本的开始练好了，不然这样很乱啊。这就是重点，就是主线也打不赢了。家族任务 V9 加啊，你那有第二个终点吗？之后如果没有东西讲，我应该会开始讲班会的一些，我帮上吗？班会的一些道具好了。欸，那背包怎么放大啊？欸，哇，你可以把它召唤出来欸，呵呵，好猛哦，哦呦。